谢神的恩典，我们把圣经打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这些经文我经常跟弟兄姊妹交通。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三节，这次我就就着刚才张弟兄所讲的归正，这是教会的三个归正。第一个归正是讲台的归正，那么第二个归正是诗歌的归正，第三个归正是治理上的归正。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先看第十三节，一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借着道神之灵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同定义为今天所查考的教会治理。亲爱的救主，在天上阿爸父神，感谢你，阿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年的同工会，阿们，因为耶和华山上也预备，阿们，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阿们，所以你给我们的都是上好的，阿们，你不把次好的给我们，阿们，你要把上好的给我们，阿们，因为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你早已经知道了，阿们，你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的脚步，阿们，我们的脚步能够团结在这个地方，阿们，这都不是突然的，阿们，因为我们按照你的旨意来顺服你，就必得福，阿们，今天你照着你的旨意带领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不单经历了火的试验，而且使每个弟兄姊妹在试验中间能站立得住，因为今天看见弟兄姊妹都踊跃地参加这次的同工会，我们的心里是何等的喜乐，我们的心是何等的高兴，因为你爱我们，你今天借着各处都显扬你的名，叫这些众弟兄姊妹从各处都能兴起来，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叫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在这里教会上都能够深深地明白你旨意的奥秘。谢谢天父的恩典，保守今天的聚会，但愿这次的同工聚会达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是彼此联络互作肢体的，我们是彼此学习的，我们是彼此在基督耶稣里彼此交通的，是彼此相爱的，是彼此联合的，因为我们互作肢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上都是肢体，我们共建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众肢体在基督的身体上合一，在基督的生命上合一。谢谢天父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明白这旨意的奥秘，我叫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并且能够成为顺服你真道的儿女，能够顺服教会的安排的儿女，使我们今天能够实实在在的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合用的器皿。谢谢天父的恩典，保守今天的聚会，使众弟兄姊妹的心借着这一次的聚会达到你的面前，使每个弟兄姊妹软弱的变为刚强，内心的加添力量，使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今天是这个世代中间的光，来照亮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让众人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谢谢天父的恩典，愿这一小群人都被你所使用，你给他们能力、权柄、口才、智慧，使他们在各样知识和见识上都多而又多，使他们都能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人。谢谢天父的恩典，照着你的旨意带领我们这几天的聚会，这几天的聚会交在你大能的手中，托起讲台的侍奉，托起你自己的仆人，使他的口讲说你天上的恩言，叫众弟兄姊妹借着他的口能够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听你我的祷告，感谢祝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好，谢谢恩典，谢谢恩典。讲台的归正啊，
第一件事情我要讲的就是听到。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听到。第二就是信道，第三就是守道，是不是啊？第四个就是经历道，第五就是行道，第六个就是，第六是什么？感谢你的。第六是讲道，对不对？见证道、讲道。第七个才是训道，是不是啊？咱们讲这个课题呢，其实呢也就不谋而合呀。我们张弟兄不谋而合，其实我也想讲这个地方，就是教会治理的问题。上次张弟兄在这个地方讲过教会治理，讲过好像一堂课的时间。弟兄怎么觉得教会治理是今天整个教会势在必行的，是不是？是整个教会发展的前提必须的，因为现在教会正在像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正在乱的时候，乱不乱？乱，乱，各自为政，都想做王，是不是？都站起来，有的人甚至讲听了几天道都站起来，对不对？站起来被神打下去，一冒头就被神打。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福音见证，必按着规矩来。不按照规矩来，上帝把你打下去，你信不信？拉大家礼物不该他起来的时候，他起来他就献反骨，是献反骨。是。拿着自己的香炉献上反骨，是耶和华吩咐他，他说他自己凭着情欲起来的。他凭情欲起来，一下子给他。烧灭他，对不对？因为我讲人手服侍的时候，就讲到拿大家礼物，因为神没让你起来，因为没到你起来的时候，神预不预定你做祭司呢？预定的。神预不预定我们将来讲道？预定的。那么今天听道是最关键的一关，你必须得听道，你无条件的听道，因为今天的讲错道的人多的是。听到一点，然后拿着这个讲台抬来卖钱。我说这话严重吗？不严重，真的不严重。有的人拿讲台来卖钱，就像有一个叫方，就叫什么西门的，问彼得要买那什么呢？彼得说那句话，现在记住。他要买恩赐，目的干什么？赚钱，赚钱。所以今天呢，当你活在肉体里，你不能够认真听到，你不能够被上帝造就，你将来会拿奖来赚钱的。你这一赚钱了，你就成犹大了。你信不信？信。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犹大卖不卖？卖。为什么卖的？为钱卖。今天为钱卖主的多的是，对不对？对。现在这个讲台如果不归正，现在很多人都站起来，也不知道上帝呼没呼召他，他就站起来，也不等候神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就像拿大雅礼物一样，就站起来，站起来干嘛呢？大行啊！我经常讲到一个平约瑟小兵林辉辉蒋小河。江永流，是不是啊？还有杨威，这些都是平约瑟的徒弟，都听平约瑟讲道，当他偶尔还托我讲道。为什么就是敢承认呢？因为他讲道中间的内容有跟我一样的地方，不是一样，光内容一样，而且是那个举的例子都一个字都不差。后来那个张弟兄发给我，你看听你讲道。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但他们偷这一点，光偷一个字，能不能偷里面的精义呢？不能，偷不了的。因为讲道不是我知道一点就行了，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说，那个讲道的，我会下一个我会讲到那个听道，下面是什么呢？信道，下面是什么？守
那么他讲道不是光外面那个字句，不是言语，是不是？不是光言语。如果光言语，那这个讲道就光是跟世人一样，就是个传话筒，对不对？就像有人播放，就是念我那个讲道的人稿子，是不是？这光有音，没有情，是不是？光有音，没有灵，没有灵，是不是？这里面需要有灵，是不是？是啊，还需要有大能。是不是？神国不都在乎言语，乃在乎什么呢？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是不是这么说的？是、啊。神国不都在乎言语，不都在乎言语，不是你光把言语讲出来就行了，他乃是在乎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因为这里面有圣灵，来证明这个言语是属灵的言语，不然的话讲的你光读出来，它不是属灵的言语。有的人可愿意听越温柔讲到越温柔越好听，声音越美他越想听，特别听完后讲到已经听习惯了，不想听了，厌烦了，是不是啊？我厌烦。有很多人厌烦了，那这讲话呢又蹦又跳的，在讲台一点不老实，是不是啊？你看一听那温温柔像安息日会那种温柔，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听不好听？不好听。他们说好听，可温柔了。这太温柔了，安息日会比王一浩温柔多了，所以安息日会那里面的点击率特别高，净讲错的，还净有人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那句话：“掩耳不听真道，却听信荒谬无凭的话。”是不是啊？是。那么今天上帝教我们听的是真道，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讲道，将来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为什么叫先知道，然后再有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你先明白就了，对不对？你先听到，听到重不重要？重要。那么听谁讲道很关键，现在教会乱就乱在谁的都听，一听跟王一浩讲的一样，这地方讲的差不多少，就以为是一样。其实你细听听，如果这个人讲到他从来他也不讲肉和灵分开，他也不讲预定，对不对？他也不讲基督再来，是不是啊？你这个讲到有没有问题？有，是不是啊？因为他讲到的时候他忽略这几件事，这几件事重不重要？你说预定预知预定重不重要？重要。你看所有的模仿讲到的他都不敢讲这个预知预定，对，他就讲错，他只要把预知预定讲错了，他下面紧接着接二连三的错误，他没办法对，对不对？我有没有跟弟兄姊妹说神不用预知也不用预定，就我们直接听就行？没有。你听了你怎么听？因为听到了，如果你是预知的预定的，你就信到，不然你就不能信到，是不是啊？咱们今天应当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问问弟兄姊妹，到底王一浩讲道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他自己来的？从神来的。如果是从神来的，那么给弟兄姊妹会带来益处的，最起码能把你的命救活，是不是啊？是。最起码你不灭亡的，因为我讲到的跟他们那些个讲到的一详细的听你就知道不一样，对不对？你除非你不详细听，你除非你说差不多少都一样啊，都讲的都差不多少啊，王一浩也讲因信称义，平约瑟也讲因信称义，小兵也讲因信称义，林慧慧也讲因信称义，蒋小博也讲因信称义，江永流也讲因信称义，还有杨威也讲因信称义。所以咱们不能光听一个，咱们挨个听，逐个听，听一听中迷惑。现在这种中迷惑的掉下去有多少？有的人我打电话都不回了，
电话，他把电话把我拉黑了。还有的是微信呢，也不回话，你怎么从微信里说话？这次从我就专题的就邀请这样的人，不来了，也不听我讲道，甚至有的人说，反正他讲大粗话，你中诡计了是不是？是的，明显中诡计了。我说他讲的错在哪里呢？错在哪里？王一浩又进行为里头了，是不是啊？王一浩又怎么不讲恩典了？原来讲恩典，原来讲脱离律法，现在不讲脱离律法。你脱离律法，你又脱离完了，再脱离又表明你又进律法。咱们现在工人还讲脱离律法吗？不讲了。咱们现在是耶和华的精兵，还讲脱离律法吗？不讲了。如果还讲脱离律法，是说明我们还在基督道里面开端那个，是不是啊？是的，咱们还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对不对？还得望着标杆直跑，还得奔着摆在前头的路上，还得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我们不能就在原地踏步，对不对？以色列他在那个地方打圈，我们不能在那打圈。以色列打圈不是我们的榜样，乃是我们的警戒，对不对？对。亚伯拉罕从加利利乌尔直奔迦南地是我们的榜样，不是我们的警戒，是不是？是的。所以很多人连榜样和警戒都没搞清楚，对不对？你还去挑，你挑来挑去，你还得归到这个地方，你还得听这个道，对不对？对。我不是要叫你非得听我讲道，如果你是神一定坚定，你就能分辨谁讲道是出于神，谁讲道不是出于神的。我说你增添许多的师傅拿着讲道赚钱，实际上什么都没明白。像徐明阳也讲灵性整理，他讲的，他说律法熟也行，不熟也可，这对不对？不对。他讲我们今天犯完了灵性整理之后还能犯罪，最后还能灭亡，救恩不稳固，是不是啊？他不承认有灵性，所以他救恩不稳固。他讲他是人本主义，我在网上专题讲了几讲徐明阳的错误，是不是啊？那么现在很多人他讲的像是不是呢？不是。猪鼻子插了一个大葱，像什么？像大象，装像是不是啊？现在装像的人特别多，因为我们讲灵性成义的时候，这世上找不着灵性成义。等我讲完的时候，你看看，到处有灵性成义，为什么？他知道这个道太吸引人了，但吸引人了，他这边面上还不说王一浩讲的对，是不是？背地里那叫什么呢？那叫什么？剽窃是什么？剽窃。你剽对了也行，你剽对了是允许你剽，但你剽对了也行。你哪怕把那个整个那个字句你都剽去了也下去，但剽了剽去他弄哪去了？剽错地方，是不是啊？他剽错地方，他讲来讲去给你掉生活。你说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基督的精兵要掉进生活，你说晚不晚了？晚了。牛仔在这种怎么讲？完犊一个，是不是？你说基督的精兵，咱们现在是工人的，咱们今天也讲了一个肉体的好处，行不行？不行。现在很多人，这个文州弟兄，他是那个听那个小兵和林辉辉讲道的，从那里出来的。他这么做见证，他到处嫖。我说嫖那都是啊，那叫偷窃神眼。我说剽窃是什么意思呢？也是偷窃的意思，是不是？这叫什么呢？抄袭，是不是啊？照扒，扒前头扒一点，他不扒所有的，因为他扒所有涉及到被十字架受苦的，他这不行，对不对？基督徒不能受苦，基督徒只能享福。你看，所以他要偷着，他嫖一部分，他不能全嫖，是不是？他偷一部分不能全偷，他要全偷了。这涉及到他从前讲到了肉体得好处了，这个就跟他从前所讲的道
肉体得好处的道，反不反对呀？反对。咱们今天工人是不是不是在地上为生活？是不是不为生活啊？是。为什么？为生命为奖赏，为荣耀，为冠冕，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是的。为什么刚才我讲的那几点一共七点，是不是？是。一个是听道，第二是信道，第三是守道，第四是经历道，是不是？第五是什么？行道。行道。第六是什么？讲道。第七是什么？信道。对不对？对。咱先把这件事搞清楚，听道这件事搞清楚。这讲台呀、啊，如果是谁都上去了，也没听明白，一知半解就上去就讲，那么今天这个教会就会给弟兄姊妹带来灭顶之灾，你信不信呢？信。因为讲完了，不是讲在这就是讲在那。我现在发现有许多人都愿意站着讲，你羡慕善功好不好？好。不按规矩行不行？不行。不行。羡慕善功年是好事，对不对？但不按规矩，你就不是好事。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什么冠冕，是不是？在场上比武，非得按规矩不可，对不对？因为这是上帝设的规矩，不是人设的规矩，是神要试验你。这道不是说你听完了，但上帝要在各样环境中间看你能不能守住这道，对不对？听道完了，看你信不信，对不对？你信不信用什么？用试炼就知道你信不信。试炼是不是能看得见的？那么你信心看不见的，那么试炼能看，神要借助于能看得见的环境来试炼你这看不见的信心，到底信不信道？你听到你听的对不对？能不能守住？借着周围一些人就勾引你，看能不能上当受骗，是不是？就用错道了勾引你，看看你这个人是守道的还是不守道的，你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出于神的。那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对不对？那没有预定得永生，听完道他也不会相信。所以这一节经文就讲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是不是先听道？这一节经文出现听道，还有什么呢？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定所生，是不是？一个是听道，第二是什么？信道。罗马书第十章，听信道是由哪来的？听道是由怎么来的？基督话怎么传到你耳朵里？分开，这是最关键的。基督道，那么你既然是通过别人被神差遣传到你耳朵里，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了。你听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胡乱听，对不对？你原来不明白道，你原来不是没有信耶稣，你信，但稀里糊涂信，神根本都没开启你，那时候你就稀里糊涂信。今天神一下开启你，怎么开启的？是借助于人开启的，是神直接开启你的？是借助传道人开启你的，还是传道人？你看，这是涉及到信道是由听道来的，对不对？听道是由奉差遣来的，听道是由神的话来的，神的话是必须借着奉差遣的人传到你那儿。所以你是听道，你是听到的。那么今天你听见这个道了，你在听道中间呢，你不要听任何人的声音，不要听鬼的声音，不要听人的声音，对不对？你听任何人的声音都可以叫你这个人背道，你一背道你整个教会全完蛋，对不对？你一背道了，你整个教会全不完蛋，魔鬼就把你拿下，把那领头拿下。你看你伊甸园里他说把亚当是个人类的头，他把亚当先拿下，对不对？对，就把那头先拿下。他也今天在教会中间，他就把那个领头给拿下，把你拿下就等于全教会拿下。东方闪电到一个地方，他先拿哪个人？是先拿信徒啊，是先拿那个传道人？这是最关键的，就是你听道，听谁讲道，是不是啊？你怎么听？
对不对？如何听到？这是最关键的地方。别嫌续法，好不好？好。神就从天上掉玛拿，就给以色列掉一个时间的玛拿，以色列才产生厌烦感。就从天上掉玛拿，就天天掉玛拿，以色列最后怎么样？厌烦了，单调了，是不是？那吃的大葱、大蒜、茴香、芹菜、薄荷，围着肉锅转，你说多好啊！想起哪回事儿了？想起埃及的事儿，因为他不想吃那个单调的玛拿。今天上帝正好就操练工人，就这么操练，对不对？不是上帝不让你讲，你现在不是讲的时候，听没听明白？明白。如果你起来讲没明白，你一知半解起来讲，你看你光听一个脱离律法，你没听到都荣耀是怎么得的，是不是？你没听到脱离肉体，脱离肉体的邪情私欲。你就听这个脱离罪啊，脱离律法，你就开始传。你这一传呢，就在脱离罪、脱离律法的地方。下面你不听了，我都明白了，我完全都明白了。因为脱离罪、脱离律法，就能进天国呀，是不是？怎么不是呢？怎么不是？是的，是的。脱离罪，脱离律法，我一心诚意了，不就能进天国了吗？进天国还受苦干什么？进天国还升起干什么？这都是外在的，受洗都是影子。错，都不对。有没有这么想过的？有没有这样的人这么想？有。我会想到受苦。对不对？因为我现在讲的是讲坛归正，叫每个弟兄姊妹都认真地听道。听道是你将来讲道的基础，不能够认真听道的人就这听一点那听一点了，你早晚被鬼拿下，你早晚跟鬼是一伙的，鬼给你拿下，你信不信？信。全背的经文，我讲不讲全背的经文？讲了。全背的经文是全背的还是有缺乏？全背的。它是全背的经文，那么我就听一下子就行了吗？我就听一点就行了吗？我就学完小学说我毕业了，我小学毕业了，那么还有中学呢，还有大学呢？不用了，小学都毕业了还用大学吗？是这么想的，十字架强盗也没受洗，他怎么得救了呢？你看他跟受洗跟得救挂上了，这说明他跟三次会的伙一样，从那就要中了。三次会那伙人是不是说，信人受洗的必然得救？他以为受水洗是得救的先决条件，是不是这么想的？是。那么有人这么想，那十字架强盗也没受洗，怎么得救了呢？是不是啊？谁告诉你得救是靠受洗的？刚才咱查这段经文是不是这么说的？你必须知道得救不是靠着受洗，乃是靠什么？你们就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圣灵的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根据。你看这话讲的清不清楚？清楚。这是外邦人，外邦人得救怎么得救？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的印记。这样。听到下面紧接着是什么？信道。听到信道。这一节经文就告诉你，听到信道，口里承认耶稣为主。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说明说，说到离你们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是不是啊？是。这就叫信道。你听见真理的道，对不对？嗯。那么你听见真理的道，你从谁听的？小莫的道。从谁听的？咱们先看，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林前第十五章第二节。林前十五章第二节，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就你看，这就是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不是突然相信是什么意思？突然是什么意思？白相信，白信的空信，空信叫突然，对不对？你说空跑了，白信空信的，这叫突然。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难以失守我所传给你。保罗是不是说我所传给你？是。从前你们在神子会的，在天主教会的，在家庭聚会的，是不是啊？是。在好像宣教会的，还有在其他的一些个教派里头，那时候你根本就没听见这个真理的道，对不对？那时候你也看圣经的，但你看的就是自己啊，你看的自己，甚至你看的就是什么，两眼一片黑，光看的字没看的灵，对不对？现在呢，神借着我的口，把那个道成肉身的、道成灵的，就灵成肉身那个主讲给你。这是生命的粮，讲给你们生命的粮，对不对？对。那么今天你要失守，是失守你自己里边突然冒出一个，啊，还是失守我所传给你们，保罗所传给你们？嗯。啊，保罗，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啊，看一段经文，提摩太，先别整面锅。有许多人一整亮光整不过的，有的人整亮光整到哪去了？哎呦，我有个亮光，不用信了。你看傻不傻？我再说一遍，这个今天咱既然讲那讲台的规正，就是告诉弟兄姊妹，就你必须现在认真听道、信道、守道，好不好？这三个你必须先尊重圣经，按照圣经所说的。先听到，再怎样信道，再怎样守道。别听里面的声音，别听里面声音，因为你的道是从谁听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好的吗？第十四节。找到吗？一二，当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就这句话，就跟这，就这句话。你是不是从前都没明白？是。上网上一听，哎呦，王一浩讲的道理。但我告诉你，别偏离这个道理。给你亮光你也不要，别人给你的亮光你也不要。你听明白吗？你既然是所学的。因为你从前没明白，你现在明白，你现在明白，通过谁明白的？王一浩。那么你就是得守住王一浩所给你的一个亮光，对不对？对。因为他不是想讲他自己的，而是被圣灵引导。王一浩起来讲道，绝对不是那些个随着情欲增加好的时候，自己想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认定的。对不对？你有一些你按照你自己里边的亮光一下就偏离了。那亮光是谁给你的？往上看，十三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并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是不是啊？迷惑人的魔鬼，是不是啊？还有那些假先知都起来迷惑人。魔鬼有时候给你个一年，就以为误以为是亮光，
你明白一点你就扎不起来，我就明白一点蹬就蹦起来，你蹦多高啊，按都按不下去啊，一按跟你急，你错了完好你错了我对了，有没有这样的？有，这样人没有一个能守住真道的，对不对？因为他随便按照他里面那个声音给他刚刚听到，还没等信呢，我先把道给他夺走了，能不能得救？不那么难。将撒种的比喻撒在什么地方的？路旁的种子，就人听见的道，随后魔鬼来把道给他怎样？他用什么方法得走？就用迷惑，就给你个意念，这是亮光，是亮光吗？不是，是谁？这圣灵感动，是圣灵感动吗？不是。圣灵为什么王一浩不讲道的时候怎么没感动你呢？啊？王一浩没讲这个因信称义的理，怎么不感动你呢？啊？你说圣灵感动，你说欺骗人呢？你要被圣灵感动，你应当在没听王一浩讲道以前就被圣灵感动，这我承认你是被圣灵感动，对不对？因为你是听见道、听见真理的道才领受的，你是通过领受来的。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别中魔鬼的诡计，好不好？别受他的迷惑，好不好？别接受亮光，好不好？现在就出来个亮光，就给你个亮光。因为我讲的道现在就是第一得救的道，第二得荣耀的道，第三是什么？得救的道。你说强不强呗？强呗。用不用你再加个亮光？不用。你加的亮光不对，你加的亮光会出现问题的，你加的亮光会既害了你自己又害了全教会，因为我们是一个都是带领教会的，是不是啊？你回去了你说我现在比王一浩得的亮光更大了，我跟弟兄姊妹讲，我就得到亮光了，你小心了，我说你小心了，你不要不以为然，我说你小心，你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把你拿下来，就等于把你这整个聚会点拿下。是啊，是不是啊？是啊。一旦把你拿下，你这聚会点全部完蛋，那叫什么？全军覆没。魔鬼天天搞这事儿，就在咱中间搞混乱，就在教会内部搞混乱，你信不信？信。那怎么才第一件事情，他就在道上搞混乱，对不对？叫你放弃这道。叫你不听这个道，叫你从此以后就给你一些亮光，稀奇古怪的亮光，不是圣经里的，不是按正义分解神的道，你就不能再听道了。你只要不听道，你就听了那一点点，够不够啊？够够。那点点也被魔鬼拿下，被魔鬼夺去，对不对，弟兄姊妹？是不是啊？是的。所以这件事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整个教会中间，现在我发现了什么？我为什么天天上火？我不是无缘无故的上火，我在这黄天荒地的上火。我要说不公啊，我就不上火，因为我顾念的不是我为什么不上火呢？因为我顾念工价，我不顾念群羊。现在给我多少工价，如果今天你不守道，你就是我敌人，你信不信？信。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要，因为我要的是你手里所带的群羊，对不对？你不能瞎眼睛都掉进坑里去啊！你总要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从前没明白，我现在明白是怎么明白的，对不对？是通过谁明白？哦，明白完了，神就给你个亮光，说脱离王一浩讲道，是不是啊？脱离他讲道，我另外给你亮光。会不会是这样？不会，绝对不会的。是不是弟兄姊妹？是。神绝对不会那么做的。得救的救恩
神通过我给你讲。得荣耀的救恩，神也通过我给你讲。得赎的救恩，神也通过我给你讲。你千万不能放弃了，你千万不要随从自己里边那个声音，那个亮光，好不好？你再自己发明出了一套东西，对不对？今天你发明点，后天他发明点，大了这教会就乱了，这讲台能好吗？这讲台成魔鬼的住处，成魔鬼宫，就变成把弟兄姐妹都领到地狱里的一个气，是不是啊？一个气质。那么你也就是跟着魔鬼跑了，教会弟兄姊妹也都落到魔鬼的拳下。所以这两节经文啊，这两节经文很重要。这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就是十五章的第二节，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是不是啊？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当你发现这个奥秘的时候，就是保罗不是单说他我给传给你，保罗神设立保罗做外邦的执事，是借着他默示的是最清楚的，真理是最清楚的。那么历史历代看保罗书信的人多的是，有没有一个看出亮光一下明白就稳的？没有一个。你们看没看过圣经？有的人都读几百遍，上好像几间教会读了多少百遍，明没明白？没有。但神差遣一个人给你想，你一定要顺服。阿门。你顺服就蒙福，你不顺服就不蒙福。顺服的福和蒙福的福虽然不是一个福，但你只要有那个顺服，就会有那个蒙福。你只要不顺服，你就不会蒙福。对不对？最后我一讲专题讲就是怎么说，对不对？不是我们自己要这样做，对不对？你看我天天在外面听你，我看到薛霞这几天累的那个样，不要以为哎呀这个项目上，你只要项目就上，你就想着受苦。你不是叫弟兄姊妹抬举，你就想做众人的仆人，服侍人的，对不对？对。只要你踏上这个征程，只要是接受了上帝给你一个托付，你想，他就不是个轻省的活儿。他不是个轻省，是在基督里面劳苦的。不要以为我羡慕山东，那羡慕山东，你预备好心智，我要受苦的吗？预没预备好这个心智？预备好了，对不对？那你想讲道，那么你听道听没听好？你信不信讲这道？守没守住？经没经历这道？对不对？最后呢，传道，经历道完了才传道，传完道的再训道。你想传完道了，我就回家养家糊口去了，我回去了退休了。没有那事，传完道了就干什么呢？训道，训道，是，对不对？对对。但我给你讲的这些是实实在在，就圣经里记载的。我不是一下给你拿出来，我一段段经文给你讲出来，好不好？好。就是第一个，上帝借着这个人的口，刷一下一下把你里边给你照。你就应当知道，那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从其他的来的，那是从神来的。一下就明白，一下就明白圣经了。你再看圣经，就不是白纸上写的黑字了。你再看圣经，一看刷着亮光，光照你，刷一个光照，光照你。这你越光照，你越想追求，越想追求，你越被光照，对不对？你不是刷着光照完了，下回不让他光照了。下回不听了，不听能不能光照你？不能。你被光照是因为借助于别人讲道，你受光照。你受光照不是你自己看圣经看出来的光，对不对，弟兄姊妹？对。那你应当怎么办？听道，信道，受光照，好不好？好。
你听动、信动、手动，这是前提。讲道还在后面，还得经历到呢，还得被道术逼迫呢，对不对？最后呢，你开始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了。最后呢，讲完道了，是不是啊？当跑的路跑进来了，美好的仗打过了，所信的道也守住了，下面紧接着就怎么样？那怎么存留？现在你必须离开世界，你离开世界怎么离开？我被浇奠上。对。保罗是不是说我被浇奠上？是。这个被浇奠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殉道了吗？当然，圣经没有殉道两字，就是为主的道而死了。是不是为真道死了？但咱们汉文叫殉道，咱们叫殉情。哪个殉呢？就这个，是不是？那咱们就叫他为道死了叫殉道，是不是？为情死了叫什么？为国捐上身体叫什么？是不是弟兄姊妹？是。咱们工人首先做好这个准备，是不是啊？是。也就是说，你说我起来讲道了，我能讲道了，现在，那你的死的时候也要到了。昨天我说，你不相信吗？相信。你死的时候到了，就像约翰开始传道了，那就死的时候到了。约翰要在旷野中间没传道，说明他死的时候还没到，对不对？还没传道，光站在旷野，他死的时候还没到，对不对？耶稣一旦出来了，他给耶稣做完见证，你说他是留在世上好啊，还是离开世界好？离开世界好。在上帝眼看，传完道你就离开世界好了，你脑袋搬家最好。不是吗？是是，这是真的。所以现在是你预备的时间，你还没离开时间。你预备的时间重不重要？重要。这就是预备时间。听道士，现在有没有这个机会啊？有。现在网络，咱们现在网络可以说，现在正是上帝要拯救这个时代的时候来到。外邦人的什么？是。外邦人的喜年。我讲的讲不讲过喜年呢？讲过。对不对？外邦人喜年，外邦人蒙越南人，没看外邦人像油春笋一样，从那里头全冒出来。这个道一铺出去了，是不是啊？整个的这个世界都轰动了，震动了，基督徒唰唰唰唰，这个信真道的出现。你看，把那有的地方，哎呀，我再说一遍，那三次会的，像这个什么蚂蚁呀，妈呀，这些人怎么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像这个蚂蚁呀？是。恨不恨我们？恨。生不生气？生气。对不对？对。你看，网络起了这么大的作用。当然了，我不说网络教会就行了，就必须不用地面教会。咱们今天讲到是在地面教会讲完了之后录像，是的，第一录像是张弟兄给我录像，弄个小手机，诺基亚手机，跟他是俩手把他的站着，前面放一个书桌，完了之后坐在那凳上，完了站起来把那个一放，你们听见到都是他传的。对不对？他要不传你都听不见道。为什么说有许多人呢？你也不要攻击张弟兄，你要不叫张弟兄，你都听不见这道。虽然我能讲，但那是我不会传。他会传，他传上去，是不是？他传上去是说明上帝兴起。我讲他传，对不对？就借着他就把这道传出来。那么你在网上听完了，你传听完这道了，你过河拆桥你。你不能干那个事儿，不能过做那个过河拆桥的事儿，是不是啊？是。我经常讲的赤子不忘童呢。有顺服，尊重那些个引导的。阿门。你不顺服，那么今天这教会谁也刺激不了。你都输血气，他们不顺服，是不是啊？是。一说话，马上就蹦拔高了。都不顺服，说明他在哪里头？在肉里。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多方面讲，但时间有限，我会很快的
就把这些都讲过去，对不对？听到重不重要？重要。信道重不重要？重要。守道重不重要？重要。没有信听道，你就不可能信道，你不能信道，你也不可能守道，对不对？对。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今天在你摆在你面前的就真道，谁错过这个机会，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会很咬牙后悔的。你说这话你不信吗？信。现在正是大丰收的时候，你不学习路德，你学习厄尔巴逃跑了。厄尔巴是不是逃跑了？是。正在大丰收的时候，他逃跑了，他不跟他婆婆回到摩押，回到那个那伯利恒，他回摩押地，回摩押地表明回世界。摩押是代表世界，对不对？对。现在正好是神悦纳你的日子，对不对？正好是大收割的日子，每个弟兄姊妹都能，那叫什么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奔他摆在前面的路程，是不是啊？是。一心的追赶，一心追赶，就是每个人都得奋起来，一心追赶，别叫别人把我拉下，好不好？好。别叫别人夺取我的奖赏。是的。好不好？好。我要想得奖赏，前面听道、信道、守道是最关键的。嗯。对不对？对。下面还有经历道。经不经历？经历。对不对？对。你说不用经历了，还经历什么道呢？咱们都信了，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所以不用得着了。该得着就得着两分儿，就得着一份就行了。咱们已经信到了，咱已经信了，就不需要去经历了。傻不傻呀？傻。好像听不懂人语，有的人呢是不懂人语。那咱都死了还受洗？受洗不就死了吗？咱都死了还用再死一次吗？你死了你是信死的，对不对？你就信死，我经常讲信用，你就信死。是人，我相信他死了，我就跟他死了。这时候上帝还叫你经历死，你怎么说不经历的呢？你相信我跟基督同受苦难，不等于你不经历苦难。对对对。我们借助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对不对？对。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经历，经历和信，这是两个阶段。对。有的人怎么就糊涂到这个程度？一听到苦难，哎，吓得不行了，像逼猫鼠。一听苦难，怎么有苦难呢？咱不都受苦了吗？有没有经历？有。现在教会就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很多的是。对。被盗的大部分同学一定要背，对不对？就涉及到什么肉体受苦。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什么？凭借信心，作为凭借，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情欲断绝情，与情欲断绝，对不对？对。就像什么？我信着你和敬着你，对不对？我信死和归入死，这是阶段，是两个阶段，不同的两个阶段，对不对？对。我考上大学了。和我报到进入大学正式念大学是两件事儿，听明白吗？我考上大学了，和我进入大学入大学是两件事儿。是，能不能把这个事儿给弄没了呢？我不用入大学，我能考上大学不就是念大学了吗？你考上大学，你得入大学呀，你得去报到去啊，你得是真上大学去学去啊。不是不让你学了，你不让学你是什么？你是大学还是中学？中学。你是还是中学呀？你考上大学了，但你还是中学，但你没入大学。你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听明白。怎么这一点都没明白？那咱都信受苦了，信是得着，就没得着。那咋还有？还受苦？咱们跟基督都一直藏在神里边，基督为什么还来接我们？
应该你伤不伤心？应该今天你伤不伤心？非常。你不是一般是个傻瓜笨蛋，有傻瓜就笨蛋，但缺心眼250一个，虎用东北话说太虎了，虎不虎？虎，不是一般虎，彪。是不是啊，弟兄姊妹？是。有的时候又气又生气，又上火。皇帝又真好，开着汽车周游乾隆阁。光他看他周游乾隆阁，你却没看到他上火。那是真上火，你要说不上火，就天天上火。那我就现在就，就上火。是不是啊？这是实实在在教会面临存在的问题，就在道上出问题。那我就得讲道，就只有道能建立你们，对不对？我讲什么都没有用，我就把道讲给你们。就是你信道了，不能你听到了，你不能没长心，不去信道。你信到了，你不能不去守道，对不对？对。你守谁的道？你守哪的道？你守有的人给钱，三十岁呢，也跟人掰饼，人掰饼他也掰饼。你要吃晚餐，他也跟吃晚餐。人唱诗，他也跟那里唱诗。早晚把你唱拉稀。对不对？因为那个骨头透顶。王弟兄啊，你说我从那里是出来了还是不出来了？王弟兄，我尿憋住，你说我是上厕所。你看他这个人，你看，有的时候一听见这，还有的人就把我气的。王弟兄，请你上我这来跟我讲道。我说 你是谁？我是基督徒。我说你在哪里？我在基督里。你说这个缺心眼的人，缺不缺心眼？你这够属灵的了，这是假属灵啊。我说我没问你信不信耶稣，我问你是谁，你告诉我你是谁，你的名字叫什么名字？人家就来，我是基督徒。你以为是我什么样人都遇见过，净遇见这些人。有的时候生气，听他说这话我生气。我说没那么多时间跟你，有的时候他们见我就给他拉黑了，给他踢出去。不是不说人话呢？你该怎么就是你邀请就说我是某某地方的一个姓氏，什么叫什么名的一个我弟兄，这好不好？好啊，因为你自己地上有名字，你就说你的名字就行。完了呢，保罗问提摩太：“你是谁？”“我是你儿。”提摩太这么回答，你说保罗生不生气？生气。他怎么回答？对，我是提摩太，对不对？对。但问马可：“你是谁？”马可。他就是胡乱说：“我是基督徒。”是不是啊？你得不能所问非所答。你是谁？问你是谁，你不能说你是基督徒。基督徒是通称，是不是啊？咱们都叫基督徒。你能那么说？那是名字吗？父子圣灵的名，奉父子圣灵的名，父圣之名，是是吗？不是。你有父，别人也有父。他告诉你，奉父子圣灵的名，父的名叫耶和华，子的名叫耶稣。圣灵的名叫保护师，你说
我奉父子圣灵，行不行？不行。我跟人家学习点就知道这个。你没长脑袋，是不是？是。父是尊称，不是名。对。是不是啊？是。他就尊称。嗯。咱大伙都有父。对。完了，登记的时候，就别人问了，你父亲叫什么名？我父亲叫我父亲。你说傻不傻？傻。你上了下入住的时候，你说得登名啊？对。完了，那个贺姊妹，她姐妹俩，人问你贺姊妹，你姐叫什么名？我姐就叫我姐。再问那老大贺姊妹，问她你妹妹叫什么名？我妹妹就叫我妹妹，行不行？不行。那不行的，你该叫什么就叫什么，对不对？对。你得听懂中国话。你这样说话，你说咱们今天就这么说，你说能不能讲有道？你能不能听懂？你没办法听懂，是不是？所以你得会听道，听道这个人一定会听。为什么有的人蒙光照？为什么有的人蒙光照，而且就是真真实实相信这个道，而且能守住这个道？原因就是因为他会听，是吧？能听的耳和能看的眼都是谁造的？对不对？对。你得能听，被上帝又重新又在基督耶稣里给你生一个新人，那个耳朵会不会听？会，他就会听了。你就在这里听，你听这一辈子，你也不会明白的。为什么有人反倒在这里听？是不是在这里听，他能不能翻到？能。在这里听到，在这里听到听，一想，那么大灾难。感觉他想的方法，叫他将来事情没有大灾难多好。这个听到行不行？不行。不行的，这是按照你自己的方法。大灾难就记载在圣经里。你说今天咱们要都避讳不言，咱就没有准备，没有准备，咱们大灾难一来，全部跌倒。倘若能行，选民也就这种，听没听明白？听到啊！现在我就告诉你，听到，听谁讲的？听我讲的。阿妹，阿妹，阿妹，你保证能听明白。别说，哎呀，我听那个播音员播的那个特好听，那不是讲道，我先告诉你，不是讲道，听讲道好不好？好。因为他少圣灵。他少什么呢？他少两样。我说少两样，你听明白吗？明白。因为听道必须这三样，就是将来你传道也必须，你讲道的时候也必须言语灵，有灵，有圣灵，对不对？对。你这才能讲道，不然你就讲不了道，对不对？我要这么讲道的，我在全国各地呢铺开了讲。你说我没有灵。我没有大能，你说我怎么讲？啊，就没办法讲，是不是啊？所以这是必须的。哥林多，咱们先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怎么？咱们从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开始看，这是讲的第三点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听道容易，守道难。你说守道是不是得经过试炼？是。守道是不是得？那我要夺你的道。是。你守道是一种征战。好，对不对？守道本身就是一种征战。我们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找到吗？找到了。十三节。一二，你既从听了那纯正话语的威光，要用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里，
所教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几个手啊，几个手看呢？两个手啊。第一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里的规模传不传正？你别整亮光，你别自己给他发明亮光，好不好？特别你在守道的期间，有个亮光出来，这是神试验你，要看你听不听神的话，听不听那个纯正话里的规模，是不是啊？你听不听？守道重不重要？重要。我专题讲的守道。这是讲台规正，规正就是守道守什么道？这上面说纯正，纯正，纯正，纯是什么正？正话语的什么呢？规矩。这什么意思啊？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不是？哪个模？他为什么说规模呢？榜样，模是不是模范？是榜样，就照这个榜样。话语有没有榜样？有。要传传是没有掺杂的，是不是？对。正是什么？正确。正道是不是？正确的道，正确的福音。话语是神的话，是人的话。所以这里面是谁给他传的？从我听见。你守道守谁的？是守别人的还是守保罗的呢？你不能守任何人的，因为这传这话语的规模是借着保罗的口说出来，连彼得都得说：“我亲爱的保罗所写的书信，那些难明白、无学问、强解，如同解别的经书，就怎样呢？”就是你在守道期间。一会儿给一个这样的亮光，给那样的亮光，先不要，就守这个道，好不好？得救的道，得荣耀的道，得赎的道，好不好？好，全不全备？全备。够不够你听的？够了。你先别往那里发明亮光，等以后了，你被圣灵有了，圣灵在感动你，恩赐把这恩赐给你了，最后你有大能了，你再讲这首圣灵还给你其他的亮光，好不好？好。你现在你当做的就是怎样？守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规范和榜样，就是守这个，一丝不苟的，好不好？好，不能够歪曲，不能够随从里边的意念，好不好？好。再看《哥林多前书》一章的第五节，林前一章第五节。找到吗？找到了。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是富足、口才、知识和全备，这是预备工作，对不对？讲道既有口才，又有圣灵，又有能力。对不对？还有知识，还有见识。这个我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这几天我就跟弟兄姊妹来交通，正好，对不对？你守不守？守。有了主的命令你遵守，这就是爱。主没给你命令，你随便的，我本给你们，跟你说假装亮光，给你假亮光，你就去守。你守的那个亮光不是从神来的。你害不害别人呢？你害不害自己呢？到处有的人现在你看到处传，就引领我到处传，到处讲。现在我就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了。你猜他说什么？过去那些在律法下的人也能得救啊！你看人信耶稣了。那么圣经说的信。子的人就能永生啊，能不能得救？不能。还有人这么讲的，你王后没
天出来传道，以前的人都灭亡了吗？有没有人这么想？有。你说这句话是悖谬的话还是顺悖谬的话？这全是悖谬的话，是不是啊？嗯。这是什么？纯正话语的规模，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这个，牢牢的，是不是啊？就是坚固不动摇的，固守真道的奥秘。阿门。对不对？这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是不是固守真道的奥秘？阿门。因为真道本身是奥秘的。一开始谁也不明白，看圣经看不明白，所以它是奥秘。你今天你好不容易得到了，魔鬼给你一年就是要把道夺走，你要不要接受？不要。你要一旦接受坏，听没听明白？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咱就讲这一堂课，好不好？咱就讲这一堂课啊，咱们一同闭目祷告，为今天所。分享神的话，神对我们的恩典，谢谢谢谢。亲爱的圣天父，谢谢你，阿门。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救恩，阿门。上好的福气赐给我们，阿门。因为爱我们，阿门。不仅仅要救我们重生得救，阿门。而且要借着我们羡慕善功，你差派我们做主的功而得奖赏，阿门。而结满仁义的果子，阿门。救我们跑当跑的路，阿门。守当守的道，阿门。去打那美好的胜仗，阿门。从今以后就有公义的冠冕对我们存留，阿门。谢谢天父的恩典，保守你自己的众儿女，阿门。把这一次的聚会交在你大能的手中，阿门。求主用大能的膀臂托起我们。啊、使我们这一次的聚会达到你的面前，阿门。使每个弟兄姊妹借着这一次的聚会，属灵的生命更加的丰盛，阿门。使我们更加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阿门。使我们由小孩子转到成长大成人，阿门。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阿门。求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阿门。赐福每一个同工，阿门。使他们都能在基督耶稣里结满仁义的果子，阿门。使他们都能够在天上。得到从天上来招他们所得的奖赏，阿门。谢谢天父的恩典，保守我们的聚会，阿门。使我们的聚会至始至终都蒙你的大能的荫庇，阿门。将真道赐给我们，阿门。将众弟兄姊妹的心都交在你大能的手中，阿门。求主按照你的旨意，将天上的话语赐给我们，阿门。将各样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阿门。使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主权之下，阿门。能够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阿门。能够使我们完全的顺服你的引导，阿门。顺服圣灵的带领，阿门。应允我的祷告，感谢祝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求，阿门。好，感谢神的恩典，神赐福弟兄姊妹，阿门。